两点，再放两点。按一个规则就是两点。还是发两点。十发两点，然后你多个那个两点。这个应该是会可能便宜的。数出来是吗？一样的。是一样的。数出来得是184.5%是吧？发了两，应该是。啊，185个半是吧？对吧？